陪你吃糖，让你心情也开阔。你慢点啦，万一安尼我嘛最想要哭。我无代志。啥我无代志？你所有代志拢写伫咧你的面呢。我即摆游乐园内面的人拢已经离开啊，啊游乐园已经关门啊，你讲真正搁要等伊？坏蛋啊，你巴肚枵哦。嗯。咱去吃饭。好。那你我买吃麻辣火锅。无问题，我弟头去出钱啊。嗯。本来就应该要伊出钱。耶，买只麻辣火锅啊！你较细腻咧啦，哎呦。你加较慢咧。好，现在 A 区巡逻完了，我现在过去 B 区。拍摄啊，钟文姐，游乐园那边关门啊，敲门你刚有看到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长头发，绑马尾，还佮带一个差不多遐大长的查甫人伫遐等啊。我唔知呢，无看到。哦，多谢。是跑袂过，已经关门啊！这是我送我回去的小青蛙，带它叠起来。跟公，一地叠下蛋黄。好多哦。没加给你。你看香菇。回去那里都不接电话，伊甲工友咧到底是去倒位啊？真正会当把这么多物件吃完啊？当然吃会完啊，你别看无。哦。你吃那都不感到咸哦？
条拢无遐吗？那年你想怎？规面看起来拢是水，迄是汗，还是目屎啊？是妈过手险嘛？我想讲流目屎。安尼吼，我教你，你赶紧淋这個，你淋了了吼，就就袂感觉险，啊，而且吼嘛袂流目屎啊。我就讲，我唔是流目屎，我是险着啦。哎呦，规日你紧淋啦。有较好无？嗯。叶小姐，咱来比赛，看谁是大胃王。好。林慧君麦考，小叶姐姐蔡大富的心内，永远是排第一。这不是你本来就知影的代志，有啥物好考的？慧君唔接我的电话。是不是我答应陪伊坐摩天轮煞死游啊？伊对我真失望啊！是嘞啦，啊，我毋是超工的啊。